前期拿到头文的话，肯定是对方。没拿到头，第二天就是看情况。看上去是表演表演。加尿，中路。可惜我不是中单，我中路打加尿就很好打。如果是中路的话。螳螂应该刷野很慢吧？感觉螳螂应该在众英雄刷野很慢，我觉得刷应该不快。螳螂这英雄刷野很慢，这把他也是基本功，要被文哥反了。哦，是人呐、啊，兄弟！哦，串串串，样子串野甲，野狗一条啊！不要来，不要来，我自己打。哦，确实不要来，确实不要来。野狗一条，野狗一条，自身难保。本来老子很暗去反你的，还送头啊！我不懂他的打法，他打个蓝过来反我野，他以为我不开中单也是吗？他妈他打个蓝直接过来反我，我不懂你的打法。开始打，他八个刀，他这样子打两个野怪直接来翻我，是什么意思？中路有机会啊，准备夺掉。有个桥，他妈刷的好慢啊！我操，呜，残成这样子，当然，呜，夺掉，给我翻。你的线就是我的线，怎么说？那么我帮他推的话，下面河蟹要没了，等到我吃双河蟹。打成黑暗毒，怎么感觉能上？哦，觉得帅的刷个帅心心，看到没有妖气直接给我点赞，这个操作你打出来吗？我真的电脑有点卡，今天看到我的平常没点跳，但是我一样操作，我真的好屌啊！我 要不要给你看一下我屌不屌？给你看一下我屌，不屌好吗？给你看一下我屌，不屌好吗？直接回村，这个上路基本没刷不了，在上路基本不用去。根本不用去，这把还是出这个刷的快的装备。我可没有挂五条线。出这个刷也很快，忘记换扫描了，下波再换。这个刷的很快的这装备，刷的非常的快。觉得走运吗？会因为你打死那个小的，那打野刀会，那个宠物会打那大的会快很多。但是我理解，我不懂理解，但是我的个人理解是这样的。我感觉这河蟹应该是没了吧。动手动手，准备踩头，准备踩头。好像出这个可以控那个虫子也快，感觉控那个虫子也快。上上上没闪的兄弟 W 一他都死，只要一到他必死。呜、哦，他妈这样子丢进了，夺掉别的，不给东西。别开大师了，看到没有？帮队友推过去，不，等一下补救一下。不是出生的，不是出生，没办法。如果吃完我再出生了，先封。
感觉打这个很快。来过来，我再。好像是。看那蛋蛋打上再打。串串串，好剑好剑，切石剑切石剑，好八极剑，好八极剑。这个虫子的 Q 能打断这个轮盖的大招啊！我看看怎么反野线，他野区号都在的，可以杀这个加尿啊！兄弟，能不能走上来？你在玩什么呢？他身上有那个盾的话，我用魔法伤害是叠不了黑暗收割者的，我操！一炮干掉你！如果螳螂在我旁边，他会干嘛？你们？如果螳螂在我旁边，他会干嘛？有没有兄弟知道他要干嘛？如果他在我旁边的话，来抓包子。他妈今天跳屏他妈不好拼，突然跳屏他妈不好拼。我吃妖姬，见妖姬不会怪我的，因为他觉得我很强，有实力，他看得出来我很有实力。吃了剑他不会打，我吃的好像挺多，他都没有讲一句话。我下把拉他玩，他会像条哈巴狗一样跟我一起玩。老公手，这虫子如果有大的话，我很难吃到。动手动手，准备踩头，准备踩头。真乱吃。单一比他出发过小步，击上去一个 Q， 再飞一下直接。加油！加油！我要去干嘛吗？我去抽野怪，要准备压四级的，我操！这野怪没有，不吃线了，不吃线，我不是出身的，我想偷他个三狼的，没有野怪。先做收集者，地板最后一个商店是一毛钱抽一百，没带粉的买兄弟可以花个一毛钱卡个粉的牌支持一下下孙子，谢谢。有经常来看直播的可以花一毛钱卡个粉的牌，一毛钱抽一百可以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最后一个商店是今晚上，带上粉的牌，您就是爷爷，爷爷就是您，很有面子，一个很有面子的。这是不是距离越近伤害越高啊？有没有懂啊？这是不是距离越近伤害越高啊？准备动手，兄弟们呢？不想碰龙了。那个说不控资源的，我一条龙不碰，我把把能赢，你的吗？你给对面拿龙魂，或者给对面三条龙，他能赢吗？横渡走去反野，优势的男枪横渡走去反野，这个吃线也快了，加六是几了吗？这装备吃线也快。不先压，左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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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，左掉左掉你！
我想知道你下班回来辛辛苦苦，下班回来你玩游戏，你这样子怎么玩？玩游戏受折磨吗？你下班回来本来就放松的，他妈你这样子玩游戏碰到我看着吧。当你下班一样难受，你上班很难受。麻烦不断。安安，装物产，没有操作。可以上。只要 Q 到就能杀，只要你 Q 到必杀。他妈上啊，兄弟！直接收集走。那上面是抽到的号，那他这分账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把输了狗叫一百声，这把老子输狗叫一百声，猪直接狗叫，猪直接狗叫。猪直接他妈叫一百声，我操！我可没时间，去找那啥东西。分手，分手，分手！大节奏，大节奏！兄弟别怕，上去踩头啊！反正要踢不用踢。你在玩什么呢？我操！他妈毛都没有一根呐、啊！他妈闪着他 Q 上，这他妈是人玩的吗，兄弟？他妈闪着他 Q 上，这是人玩的吗，兄弟？确实，我不闪我不会死，我他妈闪到他的 Q 上面了。这他妈怎么丢的技能呢？他妈闪到他 Q 上了，我不闪都不会死了。看来浪费好多时间，被这家尿搞到心态了，浪费好多时间。我本来早就可以刷很多野，本来我可以去反杀野反杀。我操他妈烟头烫到裤子，烫坏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我操他妈烟头烫到裤子，我这手干嘛闻到那种味道？我的手干嘛他妈闻到一股不好的味道？他妈烟头烫到裤子，我操！坏起来了，坏起来了！我的手他妈闻到一股味道，我操！夺掉，夺掉，夺掉，夺掉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他妈被烫到裤子了，我操！烫穿裤子啦，被恶心啦！这堂堂目前九级，文哥十二级，目前压野仔三级啊！目前压野仔三级，这波死了也是全部反复，直接横渡走，我不竖着走，老子横渡走，我横渡走。
刚才是最后三分钟，一毛钱抽一百枚大粉丝牌，从地铁花到一毛钱，卡粉丝牌支持一下孙子，谢谢。可以卡到粉丝牌，来了直播间你会很有面子。我操！我打这个肥物他妈差点死了，我打这个肥物惨，呜吉拉，吉拉，吉拉！我感觉这个螳螂下班来好不容易玩游戏，他妈打到你比上班还难受啊！螳螂上班都没这么难受，他们人家下班去放松一把玩游戏，碰到我你倒霉呀、啊！就是那么说，碰到我你倒了大霉呀、啊！打到你他妈的喘不上气，打到你喘不上气。动手动手，准备踩头，准备踩头，准备踩头。把头埋低。Killing spree。有没有想看大号重分的？过两天搞一下大号重分。过两天搞一下大号重分。蹲一下。哎，蹲住一下！真的好像我真的没有控一条龙啊！我不想控龙啊，不懂为什么，感觉控龙有点浪费时间，雷音就行。这个很用啊，这个。呜，怎么说？好像有点用。哇、哦！左掉左掉，一枪左掉你哦，就是王者的实力啊！真的你真的你是白银分段，你操作就是白银了。没事，你多看我直播，按照我的打法，你钻石局随便上的，随便上钻石哦，看我的打法打你。不用操作了，你就看我的打法打，你就一直刷，然后中期抓下人，你两个技能他就得死。拥有我的，不用我的操作，你拥有我的打法还有思路，你随便上，最少上钻石啊！你就算是个青铜操作，你也能上个钻石，知道吗？就是我的理解。青铜操作你都能上，你都能上个钻石。对面打我像打 boss 一样难受，已经压螳螂四级了，可以不用刷自己了。从现在开始刷那头，我自己也去全部不刷，直接去搞去杀人或者反坦，已经不用刷自己了。65包血，输了交一百分了。只要输，血条狗狗要一百分。埋敌。动手！不要动！你也是不要动！他妈老子跳兵飞不到我，
尿歪尿歪，为什么他妈能这样子？人在前面，他妈能这样子尿歪的？我不懂什么情况啊！让啊兄弟，你这个又躲到后面当老鼠是吧？不、哦、被。觉得串的刷个串气，如果觉得串，我请你刷一个串气气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串，我请你刷一个串气气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打到对面点头香了。你看的我没什么，但是你是螳螂的视角，你会觉得很难玩，玩不了，你根本玩不了。如果你是螳螂的视角的话，刚才那个帮。